子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抱既然不能多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几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就是给你的一首歌，谢谢，好，thank you，ありがとう。